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尾巴。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TNRW 所推出的特别版杂志，是以 GOT7 真龙为主角，那收入了多视角拍摄和幕后花絮的照片以及采访的内容。那这本呢是采用可再生纸印刷的，虽然在色调上呢会有一些差异，但它可以帮助降低对气候的影响，这点呢还蛮值得推荐收藏的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开箱吧。那我就是边给你们看内页，然后我边跟大家说明说我喜欢哪一些照片。那它主要呢分成四个系列，像一开始的话呢，它是穿着灰色的针织套头，然后穿着黑色的算是大衣吧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比较慵懒的感觉，因为它是看着远处，对，比较慵懒的感觉。那这一个系列的照片呢，因为可能是打光的关系，它本来就没有要让它那么白，所以在印刷上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偏黄色调的感觉，对，就会变成脸没有那么的明亮，但可能是纸张的关系啊，或者是本来拍摄就是要走这个暖色调的系列，整体还是蛮 OK 蛮好看的，就是有一种男性美。然后再来是这一件是单纯没有穿黑外套，然后是套头的白色。那这个因为色调的调整，所以它是灰色的。再来是打撞球的部分，那这个也是偏黄光。那它因为它穿的刚好也是土黄色的衣服，所以整体呢就会偏的比较橘黄。但以造型来说的话，真龙还是非常的帅气的。然后再来是针织的这一件呢，我是个人蛮喜欢这一套的啦，因为这一套因为衣服很可爱的外，真龙也还蛮适合穿针织衣的这一种，然后加上它有几张照片是比较明亮的，像这个比较明亮的，就整体很可爱，然后加上后面会有他脱衣服脱到一半的照片，会露出他的手臂，像这个露出他的手臂，哎呦，健壮的手臂，你们要看到龙龙脱衣服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那最后一套呢就是单纯的白衬衫，那因为前面几张都是走灰色调的，所以其实看不太出它的本人的颜色，但后面还是有一两张是这种彩色的，个人是比较喜欢啊，对，这张。那整体而言，这本收录的照片都非常的好看，所以呢，推荐大家呢，就是可以去买来收藏啦。如果你非常喜欢真龙的话，可以去买来收藏，或者是你突然对它动心了，要收藏也是可以。那因为我有多买一本这一本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呢，可以在下方的那个资讯栏找一下我的好卖家频道。对，我只剩一本可以贩售，那其他你们可能就要再去别的地方找这样子。那今天的杂志开箱呢就到这里啦，那欢迎你们留言哦，你们觉得这里面的照片哪一个系列你最喜欢，或者是哪一张照片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，我应该可以猜得出来你们在讲哪一页。对，或者是你们要讲页码，如果我有拍得到页码，你们也可以跟我说，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
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下喜欢，分享影片。另外我会不定期更新 GOT7 及其他类型影片，记得订阅开启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发布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